先知道你唱呢只歌咧，其實你有冇一個 story 或者一個畫面俾自己？我有嘅，其實係一個我之前嘅 relationship 啦。咁就係一個，總之所有人都知道 it's very bad for me in terms of 佢個人嘅 everything， you know。咁但係我嗰陣時我又覺得我愛一個人寫一個人，我就要包容。愛一隻老鼠做鄰居，不如一串吊燈做情侶。第一個帶我嚟長洲的人就是我而家準備唱《溝渠唱詠》的主角啦，我會諗住我同佢嘅一啲經歷去唱。咁所以長洲一開始對我嚟講，純粹是一個我同一個我不想再有 contact 嘅人的地方，一個我很喜歡的人啦。咁但係佢就用只要你想到的方式傷害我都有咯，無論是佢的背叛啦，無論是佢的暴力啦，係一些精神上。的暴力咯，即係佢會去用很多方法去令到我覺得佢咁樣對我是我的問題咯。即係我其實明知自己是會不開心、會傷心，我都自己 sort of 衝埋去啦。我仲預咗自己衝完埋去之後是會傷心的繼續。咁但係我在那個 moment 我就很陶醉在那個位置咯。我學識咗嘅就係唔可以將不好的經歷擺在自己的膊頭咯，去珍惜自己啦。有咁多咁愛錫我的人，我點解要俾人咁樣？對待啫，希望佢哋感受到我一開始嘅無助啦，我嘅軟弱啦，一啲大家都成日覺得好似我冇嘅一面啦，其實我有嘅，純粹我唔中意佢講出嚟，因為我覺得我想人哋睇到嘅係我開心嘅我，唔係負面嘅嘢咯，所以我會避開嘅。但係呢首歌就咁啱係即係令我去翻嗰個 moment 啦，我希望就係佢哋感受到我嘅故事，我嘅感覺咯。